你们往外传信了？你们这么怕我们报信，是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是贼匪。知道的越多，越活不成。到时候你的下场会和你的婢女一样。阿妙呢？你那婢女也是个烈性子，折腾了几个时辰都没断气。还是我一刀，赏了她个痛快。 少主公，咱们还是赶紧回别院吧，你的伤不能再耽搁了。你的伤是何人为你包扎的？啊，程四娘子包的。这小女娘好生厉害，又是雪茄，又是残肉的，也不曾害怕。是程四娘子为你包扎的。是啊。 主公是不是生气了？阿兄，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事了？你这胳膊与其包扎，还不如断了呢。我啊，撑着点。不行，伤口太深了，血止不住，得用烙铁才行。来个人，搭把手来。我来。 这帕子上沾有安神药粉，若不习惯血腥气味，可用帕子捂住口鼻抵挡。多谢林将军。陈娘子不必再怕，已经不会再有危险了。若不是林将军仗义相救。 我们也不知能不能活到现在。小女力量微薄，现将军麾下也有伤者，未免耽误了行军，不妨将伤者将士全部留下，我定会细心照顾。
是将我麾下的伤患全都留下吗？是。若将军另有成谋，我等也不敢质疑。为何只能是他来？难道我就不可留下吗？将军留下做什么？疗伤。